間先啦，嚟，係 ，OK， 係，好，導演同埋小龍同大家打聲招呼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关文天，岸当道的导演，多谢大家今天来到看这部电影。耶、yeah. 大家好，我是凌文龙，我就是在戏里面饰演 Happy 的那个人。那个角色啦，好，两位先坐下。OK， 那也跟大家讲一下，很小很小，二十几岁这样飞过去香港，这样就一个人很辛苦，不断地发展，找很多的机会。慢慢地咁樣俾好多嘅導演睇到，就越嚟越多作品啦。咁我哋都希望馬來西亞嘅觀眾都可以識到佢，然之後多多支持佢嘅作品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哇！好。好拍醜啊！成日睇到自己，哎呀死咯！係啊，因為咁嘅，因為經常性都係咁嘅，即係尤其是係演員。看完自己的表演之後，就有些take note，哎呀，我希望下一次怎樣怎樣。是啊，即是一路看每一個shot，咦，敢做？咦，想冚嘢啦，同導演底一模一樣嘅，即係睇到哇咁嘅，哇咁嘅，係啊，即係尤其是特別係即係呢一部我哋係年幾前定係大概都年幾兩年，係啊，年幾兩年前拍嘅時候，咁即係而家再睇翻即係兩年前嘅自己咁樣，都幾青春喎，都係啊，佢完全係童顏。Yeah. I want to know, anyone knows Cantonese?Yes. Yes. 即係我可以講廣東話啦，係嘛？太好啦，太好啦，係啊！我仲喺度擔心緊。好，好，馬來話 ，Selamat petang。Selamat petang， 係咪啊？好，感激係咁。好痛苦就要講啦，因為咧喺呢個戲入邊咧，咁你知道，即係可能係一啲相啊，你都見到我同阿 MC 就成日抬住一條屍體啦，係啦，咁大家都知道呢個屍體係邊一位啦，係啦，咁佢都有翻咁上下重量嘅，所以我哋係每一日咧就係咁樣抬住佢行樓梯啊，搬佢上台啊，跟住你知阿郭 Sir 又好曳嘅，佢係成日咧會整鬼整怪嘅，佢特登咧會伸到隻手好直，有陣時出個門口出唔到啦，即係壓住，咁我哋又要即係寫心裏面諗，阿郭 Sir 你唔好玩嘢啦，抬你已經好辛苦㗎啦。咁就好多呢啲我哋咁樣嘅笑料咯，係啊！多謝大家咁支持《夜校》呢一部電影，係啦，同埋支持成個香港嘅電影巡禮，係啊！咁就 enjoy the show，thank you。咁其實我哋一陣間咧，小龍其實就會飛翻香港噶啦，咁我哋而家就要去趕飛機啦。咁希望大家 enjoy 今日嘅 screening， 同埋完咗之後出去支持下嗰個 exhibition 啦。多謝大家。係啊，如果你哋有咩意見啊，即係睇完部戲之後覺得點，你可以 DM 我，係啊，話俾我知嘅，係啊 ，IG 嗰度。多謝你哋 ，thank you。